你是钓鱼啊？那是钓鱼吗？给我看看。你会拆开吗？那这是粘土吧？你这个是粘土，给我看一下是什么粘土。我小时候玩过的这个粘土。哦，好，那你要现在拆吗？你们选了礼物哦。你给自己选礼物，那你们知道下面是牛奶可以喝吗？不可以。可以喝。要拆了吗？好，你自己打开。还是回家拆？哎，你发现了，从下面开始拆。这打开。就是像姐姐那样从下面开始拆，还是从这里开始拆？这有个位置，把它拿出来。你跟妈妈拔河，一二三，拿牛奶拔河，哇，拔出来了。那你跟妈妈拔河。我不会。跟妈妈拔河。这里拔河。拔河。这可以拆。拔河。哦，你没有力气。你要像姐姐那样有力气啊，像弟弟那样。这里有说我没有力气。生气了。来，弟弟，你知道怎么打开吗？对，对，对，打开。噔噔噔，恭喜你打开粘土了。还不知道它是不是粘土，它贴纸。它是。这里有个撕开的地方，弟弟。对，这里可以撕开，看到吗？哇，你选的是巧克力牛奶啊、哦！地上垃圾飘着，就捡起来。走了，好了吗？